你好，晚上的8:36，社长刚刚开完开奖后啊，恭喜我们会员全车二中一1024，我们中二次啊，然后呢，我们用10202437啊，所以中了2024啊，差点中三只啊，中的是两只啊，恭喜各位了啊！恭喜各位，今天有签中的，大家高兴啊！可见得社长的牌子还是真的是蛮准的啊！啊，反正参加会员就这样子，0915008814，0915008814，今天啊开昨天没中，今天开奖第二天全车二中一中啊，然后。二中一是两只中一只，一零但是独只那个没有中，独只我们用一零啊，然后二中一是有中1024，那么2024啊，那个我们中一碰啊，恭喜各位啊，好，明天继续我们努力啊。